台湾保时捷今天下午选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停车场举办2018 Porsche Sports Car Together Day， 当中发表991世代小改款 GT3RS 车型，在70周年重要时刻集结历年来数十部保时捷经典车款，会场展出550 Spider、 911 Carrera RS 2.7 等历年来知名跑车，最吸引众人目光莫过于首度在台登场的911 GT3 RS。